隨口噏黨秘笈咧，即係等於香港特區政府啲咁嘅梁班梁振英之流嗰啲班底一樣，咁嗰行出嚟講咗當做咗咁啊！而家哇，咁樣而家香港係啊，佢衰到冇人有啊！佢搞嗰啲咁嘅私人顧問公司咧，冇你睇嘅。而家香港成日啲政府成日都要揾。有些顧問公司幫忙喎，報告啊，喐下都搞到幾千萬噶嘛，佢同埋俾幾間公司噶，最近報紙賣啊，即係評估啊，東北啊，嗰環評東北環評報告啊，咁啱俾一間公司啊，一條龍啊，喂大佬，你嗰啲評估公司、顧問公司就睇邊個傍水，你心寫翻你心水嘅嘢噶嘛，嗰份嘢點樣公正啊？邊個俾錢？你俾錢噶嘛？我同你做報告，梗係因住你嘅意思嚟寫啦。你諗冇冇腦咁咧？唔單有政府當我哋啲市民傻噶嘛，嘥曬啲錢，同埋啲顧問公司同佢哋嗰啲咁嘅官員有冇拉楞啊？呢啲你嗰啲傳媒報紙啊，議員咪要開快報俾人查呢班冚家產咯？點解所有一年你諗下香港，淨係擺喺顧問研究嗰度評估嗰度用咗幾多錢先？審計署計計啦，係咪啊？最簡單啦，我你諗嗰啲平島話個推田區同嗰個焚化爐搬咗去大亞灣嗰邊，啊又平島廿幾平方公里嘅地都可以用嘅，唔肯用。粉嶺高爾夫球場點解唔用得啊？搬差走去咯，係咪先？搬咗去東涌仲得啊？咁撚多地方，你又唔起屋唔起城，就係打波咪喺度打咯。等啲人間山坑耍咯，打高爾夫球會山坑耍噶嘛？佢啲傻傻地嘅啦，冇嘢真係。嗰些人草噴殺蟲水噶，一曬太陽落嚟蒸發上嚟，你吸曬嗰啲 DDT 啊！你唔山坑耍先奇啊！好彩我哋冇高。好多皮膚癌噶，你會俾啲靚，尤其你翻大陸打，你會真係鋪啲靚草俾你打。你有冇特區政府傻啊嘛？啲晚餐又人造草皮又話剩。懵嘅呢班友，你想啲人死咧，你點會咁翻去啫？打高爾夫球，等佢唔該一路行一路吸嗰啲地氣，全部嗰啲殺蟲水，即係吸殺蟲水。行得兩行咧，咁啊生 cancer 噶啦，班友，唔係點你㗎？你睇嗰啲友啊，嗱我哋都唔打啦，佢都懶叉叻，佢咪喺度扮嘢。嗱我將啊世界皇家球會嘅細佬。嗱，我全世界打得噶，咩嗱影啊，咪點你噶嗱咪，唔使嗱全世界啊，多羅克朗布、科夫級啊，我呢張嘢皇家球會全世界通行嘅，嚇、啊，$5,000美金入會啫嘛，你老尾你真係，不總統介紹嘅，係咪啊？我都未得人打，即係粉你，我都要打噶嘛。全世界總之係有皇家兩字嘅球會，我打得㗎啦。咩炒到咁差貴啊？咩我係觀瀾球會嘅顧問啊？屌我打得最曳嘅，全個觀瀾最曳我啲波，最少打300杆到啦。屌你，我換啲人家產等我㗎嘛，害都係害啊嘛。你乜要同我等我咯，大佬？我特登係打到瀨屎瀨尿要吹啊！所以佢打一次啲友，唔好嗌呢條友嚟啦。我同你鬥害㗎嘛。